QQ 的读者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安乔。我从来没有拍过杂志，所以其实这是我杂志初体验，然后也是尺度最大的一次。但是我觉得兴奋大于紧张。如果是夏天的话，我一到家就可能会把外衣都脱去，就是在家里可能就只穿内衣裤走来走去。其实我一开始会有一点在意人家就只关注我的身材，但是后来会往好的方面想，那是我的优势嘛。那而且这是第一步，人家看到你的第一步，可以给大家看到更多不同的。比如说我最近这一年，我一直有在发一些音乐上的作品啊，甚至是我有在主持广播节目，那就是可以让大家除了身材之外呢，还可以让大家看到各式各样不同的安乔。